台湾的莲花一平问的，师尊佛安，弟子有些疑问，想请师尊施疑。第一，许多的诸佛菩萨多有愤怒尊，请问莲花童子有愤怒尊吗？有的话是哪一尊？第二，师尊在《先天福笔》第49页中写道：“木佛土金水得护身符”，里面有提及五种符要配合行年去佩戴。请问这行年五行？是看天干还是地支还是纳音？例如今年2022年壬寅年是虎年，壬水寅木，纳音属金。请问师尊，该佩戴五行护身符中的何种符令？还是说不用管它行年五行，把五种符都带在身上就可以了？感谢师尊拨空答复，祝师尊身体健康，平安吉祥。啊，我现在讲的这个很五佛啊，就有五金刚，五佛化现五金刚，八大菩萨有八大明王，化现八大明王。好，问了，莲花童子有愤怒尊吗？有的话是哪一尊？我自己有修护法啊，我的护法有是大威德金刚跟不动明王啊，大威德金刚跟不动明王，我自己在修的两个护法啊，大威德金刚不动明王。另外呢，我身上有大力金刚，我身上有大力金刚。所以那一次这个在十月几号啊，我忘掉了那个日期了。那鬼伯那边的所有的鬼过来的时候，我的两个护法那时候是不动明王跟大力金刚出现。大力金刚从我的身体里面呢，从嘴巴里面就出来了，不动明王的剑就飞出来，像那个克罗佩拉就螺旋桨这样子旋转过去，把那个鬼头啊全部给它铲平铲掉啊，来侵犯的鬼啊差不多打了20分钟吧，我在船上躺20分钟，听见他们打架，我自己想要说，哎，我要不要出来帮忙？结果那个不动明王跟大力金刚已经在做了，尤其是不动明王的那个剑飞出来以后，像旋转的，像克罗佩拉这样子旋转，把鬼头全部都通通都砍下来。啊，剩下的逃之夭夭，就逃了。20分钟全部铲平。莲花童子有愤怒尊吗？有吗？有的，那就是这一尊呢。因为他在我身上，
他原来他是地藏王菩萨的大力士者，大力士者。那我这个地藏王菩萨就遣了大力士者啊，跟着卢世尊，派遣大力士者跟着卢世尊，那就等于是在我身上，他随时随地的就是做我护法的工作。所以这尊大力金刚就是可以讲就是莲华童子的本身所化的这个愤怒尊。那他有瑶池金母的形象，有阿弥陀佛的形象，有地藏王菩萨的形象，有莲花童子的形象，都在里面的。因为这一尊啊，本来是我想请回家的啊，供在我家的客厅，但害怕那些那个外来的客人被吓昏了啊，进门就看到这一尊啊，昏厥。那本来是供在那个厕所旁边的，我说我要请回家。那时候啊，莲印上师啊，一听说我要请回家，就赶快给他抬到这里来。然后你在供在厕所旁边，怎么行？啊，结果他就把他抬到这里来，放在这里。啊，非常的威武啊！这尊是那个香港十方同修会常仁上师跟他的那个啊所有的同门所赠予的、赠送的，他赠送的非常多。这个韦陀啊，韦陀跟伽蓝呢，都是他赠送的，都是十方同修会。韦陀跟伽蓝是因为啊，他做的太大尊。十方同学会放不进去，就送到山庄来。哇，还有莲花童子，在山庄的莲花童子也是他啊啊！所有底下的这些尊啊，这些本尊啊，从瑶池金母跟这些祖师爷，全部都是十方同学会哦所珍疑的。包括我们下去的这个台阶跟上来啊，另外以前真佛文录里面的所有的佛菩萨全部都是十方同修会的。另外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真佛中的四堂会十方同修会所赠送的佛菩萨，在这一次的啊真佛宗的四季里面，他是第一名。你看这个一尊啊要多少钱呢？这一尊啊不得了嘞，要雕刻这一尊，你看他的那个庄严啊，看看他的法座，另外还有很多石雕，外面的很多石雕，也是十方同修会所争议的。真的，啊，这个十方同修会所赠送的这个佛菩萨，在彩虹山庄，不得了了，数不清的，到处看的都是十方同修会所争议的。啊，他的堂也是做的最好，他的功德会也是做的最好的，啊，他的功德会也是做的最好，雕佛像也是雕的最好的。你如果有空去香港去参观十方同修会，他里面的佛菩萨
就像跟在天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非常的庄严啊，非常的这个亮丽，非常的庄严啊。师尊家里啊有两尊瑶池金母，跟前面这一尊瑶池金母是同一个出来的，还有台湾雷藏寺的瑶池金母，主尊瑶池金母啊，天女型的瑶池金母，都是十方同修会雕的。哦，他做的那个雕佛像的功德不得了，他们将来十方同修会跟十方同修会的同门，他们将来如果出钱出力的雕佛像的，将来转世男的个个都是非常的庄严像，女的呢个个都是这个仙女。你雕佛像送人的话，未来啊，这个雕的这个金身将来就是你的身，有这样这么大的功德。另外呢，还可以很容易相应，很容易往生到佛国，修行也很容易成就。这常人上师啊，跟他的同门领导都是做得很好啊。这个台湾莲花玉萍问的第二个问题，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每一年都有的哈，那么应该配什么，配哪一种，那个哪一种。本来我是讲说一般来讲啊，在暮年的时候啊，你不要配金德星君的护身符。在火年的时候啊，要配土年土德星真星君的护身符，这因缘要合，因缘要合，就五行要有所谓的相生相克。所以相生相克的话，你在今年黄金的这个今年啊，像今年呢属木，任哦，纳音是属金，那一日金，那么金克什么？金克木，金克木，那么金生什么？金生水，金生水，那你就要水德星金，水配水德星金的，就是这样子配法。那音看那音。纳音属金，纳音属金，那你就要金生水，就相生的，就要配水德星金的符。那么这个金克木，你就不能这个配这个木德星金的这个符啊。五行呢、啊，看纳音哈。啊，不用管行年的五行，把五种符都带上身上也可以。那也有相生，也有相克啊。啊，五行有相生相克。什么是相生呢？金生水，水生木，啊，木生火吧。这个火生金，火生土。土生金，那是相生。相克呢？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那火克金，
就是这样子相生相克的道理。嗯。